看过这张椅子吗？这张椅子现在是限量版。哇，新加坡剩下我再卖啊，剩下这一张我不卖的，你出多少钱我也不卖的。这只哦，主要是叫做子母凳 Mother Sanchez。When 你把它蹬下来呢，那个 baby 可以放进去，可以坐在这边吃饭。调上来呢 ，parents 可以坐，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坐。啊，说这个是两用的用途，主要这张椅子我是要留给我这个儿子，到时哈、啊，他娶老婆生孩子啊，我这个我要抱孙的，这个是给我的孙坐的。20岁过后我就出来跟我父亲一起做生意，到现在，现在我都50岁了。这30年我一直跟我父亲在这行业啊、做的生意，我觉得我们很开心，因为这个是副业嘛，啊、父亲很热爱这个行业。这是我们老家的这个传统的生意，我念小学时候啊。早上念书，下午回来就帮忙我父亲做生意，学一点功夫帮我爸爸做了。现在做很少，年纪大了就做很少，不是说好像做好像就运动运动了。我的孩子他的现在是手工，他都不学，我的孙子也不学，就是用那个现代化这个科技啊，这个电脑化。做生意的，我是不做这些编制的，因为我觉得编制的东西是我父亲的时代他可以做。现在顾客所要订的东西是要多，如果我们是自己来编制的话，会订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一个订单，所以我们直接从外国进口来给顾客，这样会比较快。我的店主要是卖很多藤跟柱的椅子，现在让我介绍，我有这一张贝壳椅，它有白藤跟红藤。这是椅子，大多数家庭以前都一定会有一张在他们的家里。你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行业啦。我这个传统的生意主要是说少人做，竞争就少，把成品做得比较好的质地拿进来新加坡的话，一定有买家的。顾客不像以前的那么多，不过还是有顾客会上门找他们要买的东西。不过啊、去年很 surprise， 就是说 after the first lockdown， 很多人都在家里办公，我们的。一开始做生意的那一个月啊，我们的那些藤的椅子啊全部都卖到光，因为它比较凉，不像皮质沙发这些比较热嘛。给你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，这个主要是给人家抓鱼用的，这个抓鱼的地方就是说把那鱼抓了放进去，这个盖跟它盖住，那个鱼就跑不出来了。过来这边就是我最好卖的呼啦圈，藤的呼啦圈，大多数外面你买到的都是塑料的，不过这个的瘦身是最快的。我每个拜六都会下来帮我阿公开店，我开了面部还有 Instagram 是因为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光顾我们的店。我觉得藤还有竹的东西都是很特别的，所以新加坡也很难找到这些地方了。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都在这里啊长大的，所以我对这些这里的产品我都会蛮了解一下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接班这个生意的话，会有一点浪费掉。